刺史又问曰：弟子常见僧俗，念阿弥陀佛，愿生西方，请和尚说得生彼否，愿为破衣。师言：使君善听。慧能语说：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隐化经文，分明去此不远。若论相说，礼数有十万八千，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。说远，为其下根；说近，为其上智。人有两重，法无两半，迷悟有疏，见有迟疾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尽其心。所以佛言：随其心境，即佛土境。